日本人又在闹事，这不是我爹的地盘吗？他们也敢胡来？要这些巡捕房是干嘛用的呀？天津的日本人很多吗？是啊，最近特别多，他们可嚣张了。可恶的日本人！停住！停住！我说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！都给我住手！ 说你呢！住手！哼，都带回去！等等，我们可是日本人。哟，日本人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谁敢在这儿闹事儿啊，都给我抓回去！ 你看这怎么办呀？很愣，这干嘛？追呀！走走走走走走！难道前面出事了？啊，你慢点开，小心撞到人。天津这事怎么了？这么不太平？是啊，最近一直都是这样。我爹说日本人心怀鬼胎，让我离他们远一点，尽量少惹是非。今天呀，要不是有老吴陪着我。 我爹都不让我出来接你们。哎，小心！ 快！快！
是谁？那是小姐吗？好像是。哎，快去呀！还不快去啊！走，我们撤。谋财害命，这事儿让警察处理，关我们城防司令部什么关系？哎，美玉人呢？他的那个朋友接回来了吗？接是接回来了，就是出了点状况。爸爸。啊。没伤到骨头吧？爸爸担心死了，没伤到骨头就好，啊！爸爸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怎么会呢？啊，爸爸的宝贝女儿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，有爸爸在呢。啊，好了，不哭不哭，你都多大了还哭？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后日辰时，赶到福美路，福美路的福运茶楼，记住了吗？那里自会有人跟你联系。